我们的主委，我们的总会长，还有我们的全国各区主席，我们的会长们，我们的全国同济精英，大家好。我是来自北二区登记八号林桂兰，他是我北二区的主席曾启刚主席，今天为了挺北二区，今天特别来台上，然后北二区的干部、北二区的团队们都在下面。今天北二区林桂兰是第31届以来成立了14年，配合总会四大项社会服务、组织成长、教育训练、会务行政，我们北二区今年更捐献了儿福基金169颗，棒不棒？谢谢。我本人也捐了儿福5颗，五云破伤风3颗，西克森2颗。今天为了要进入总会扩大服务，请给8号林桂兰一个机会，我会秉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合理监督，发扬同济优良传统，做好监事的职责。未来的愿景，希望我的经验在同济会尽一力、一份心力，实践同济会所赋予的职责，履行义务，让同济会更茁壮，让同济会能在国际上发扬光大、发光发亮，好不好？谢谢，给登记8号林桂兰认真服务同济人一个机会，进入总会服务，我诚恳在这里拜托，再拜托，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力量，请支持北二区美讯会8号林桂兰一个机会，北二区8号林桂兰，8号林桂兰一个机会，谢谢，祝福今天大会成功，各位精英们身体健康、幸福快乐，谢谢。谢谢我们的主席，我们北二区的团队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报告，好，来，团队请向右转，回到座位来，谢谢我们候选人啊，来报告了哈。